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我的公司出现了问题啊，我也最近呢也忙着处理这些事情，但是他这边呢，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我会照顾好他的，我虽然人不在他身边，对吧？我不一定天天陪着他身边嘛，对吧？天天陪着他身边，那我的公司这些都倒闭了，那怎么搞？以后我拿什么养儿子？我拿什么给儿子未来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些大家也要为我考虑，知道吧？就不要觉得让我天天陪着阿子梦玩什么毛啊，公司都没了还玩，以后就吃土去了，再玩就是不是？大家要相互理解，对吧？我有我的事情要处理，要有事情要忙，是不是？我天天陪着他玩，那以后我的公司没了，我爸的公司没了，到时候我爸我妈我都养不好了。对吧？我拿什么去给阿子喂奶，对不对？带阿子吃喝西北风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家要相互理解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吃土豆是吗？如果不把好好的把公司搞起来的话，那以后真的啥都没有了，一无所有了，那就只有跟阿子一起回他们的老家去种土豆去了啊、哦，种土豆吃土豆啊、哦，一天土豆啊、哦，一天吃四个菜都是土豆啊、哦，炒土豆煮土豆啊、哦，凉拌土豆，天天干土豆是不是？然后，那时候我爸我妈都没有人养了，我爸我妈都50-60岁了都没有人养，知道吧？来公屏上打一包正能量，直播间3000多个人，公屏上打一包正能量好不好？感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阿伟说的对，那必须的啊、哦，必须的，对啊、哦，不对就不好使了，对吧？对，打一包正能量好吧，支持阿伟的，觉得阿伟是个正能量的人，咱们公屏上就打一包正能量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对阿伟的支持，谢谢。你们真心想祝福我和阿子，真心想看到我们在一起好好的那种的话，真的要相互考虑，知道吧？不要有时候只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，也不要只站在他角度去考虑，知道吧？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，要两个人都好起来才能好得起来，对不对？他一个人好，我好不起来，那我给他什么未来嘛？我一个人好，他不好，那也没有意思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站在两边的角度去想，然后两个都要好起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感谢点赞，谢谢。你们说阿伟哥说的对不对？你们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的话，公屏上给我扣个一，好吧？我看看直播间3000多人有多少叔叔阿姨是觉得我说的是对的。来，直播间3000个人，咱们公屏上如果觉得我说的是对的，哦，扣个一好吧，扣个一。我说的有道理的话就扣个一好吧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对了嘛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说的有道理是吧？说的有道理就好，给咱们家把一把二把三点点关注啊、哦！这把一把二把三都是很支持阿伟的啊、哦，一直以来很支持阿伟，对，把一姐姐也是长得很漂亮啊、哦，然后呢气质又好，把二。美梦啊，梦姐也是一直以来很支持阿伟的，对，长得也特别的漂亮。把啥诱惑哥哥还是姐姐啊？应该是哥哥啊。感谢你们三位女神美女的大力支持啊！给把一把二把三点一波关注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希望就是说
都越来越好吧，因为，现在我个人的情况是这样子的，我个人的情况的话就是，我自己的那个公司就是阿紫他们之前去那儿上班的那个公司的话，现在是亏损状态啊，就是说，在亏本的这种状态啊，然后呢，我也就是尽量的去调整一些事情，啊。然后那个陈总吧，就他安排管理人把阿紫他们开除了。那个陈总那边我下来好好跟他谈一下，如果他真的不想合作了的话，我到时候换个股东还是怎么着？我换个股东吧，然后直接把他人给换了，然后他那什么管理员我也直接给换了，然后我自己安排新安排管理的过去管理。对，因为他心思太重了，知道吧？有些东西他眼光比较近啊，就是我们做人得要眼光要放远一点，对吧？看东西、看世界、看人生也要看远一点，对吧？不能小看每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每一个人，我觉得都应该去给人家机会，对不对？他机会都不给阿紫、阿姨他们，直接就把人家给开除了，这样子我觉得不合理，对吧？我们是做大事的人，怎么可能就眼光就放得这么近嘛？那种小心眼、小事心思太重了，就干不到大事的啊。所以我想把他给划掉了，把他那小点股份给他撤了啊。对，明天这样子，明天我亲自找他谈一下，如果谈不拢的话，就直接把他给撤了，把他股份给撤了啊。然后呢，哎，让他。到哪里就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，啊，我们想做大事的人，要格局要放大一点，眼光要放远一点，知道吧？不能看不起任何一个人，我们要人人都要给人家一个机会，对吧？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发光点在哪里，对吧？我们要让他发光，而不是说，光去找他一些缺点啊，然后呢去那种。干嘛干嘛的，这样子是不对的。他可能也有他的能力啊，我就是看不上他的一点就是他这个格局和这个眼光啊，还有这个作为老板，他这个太急了啊，他做事情太急了，那做事情不能太急的，有些东西需要时间。对吧？做事情太急了，他就，比如说，他就一下子你做的不顺他的眼，他就想干掉你那种。那比如说我跟他合作，总有一天，对吧？我们两个也会，就是我也做不到十全十美，有时候，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他是不是也就对我也就这样子了，对不对嘛？那既然合作了，既然就一起做事情，那么。都要相互理解，相互包容，对吧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做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直播间刷一个嘛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得要这个东西得要，他人不是不好，他很聪明，真的，陈总很聪明的，但是他格局小了，因为做个老板、股东人，必须得要眼光要放远一点。我也不是什么那种，但是呢，我个人觉得就，不是说阿紫阿姨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故意这么说的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就是我，按照道理来说，就是公平公正的来说的话，我个人觉得，对吧？人家毕竟是刚加入的，知道吧？你看人家才来几天嘛，对吧？就把人家给开除了，那有些人。不可能来了就会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，他是看到阿紫跟阿姨是农村里面来的，然后阿姨话又多，唧唧歪歪的，他就可能他们就有点看不惯，知道吧？看不惯就把人家给开除了，对吧？那我其他的员工有些也来了10天8天才学会的也有啊，一个星期才学会的也有啊，对不对？那他们怎么不去开除呢？是不是？
所以说看人啊，这不能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感谢点赞，谢谢。没有关注阿伟的，给阿伟点个关注。有点亏了，感谢点赞，谢谢。没有没有啊，谢谢夸奖啊，谢谢夸奖。来直播间说说爱哥姐妹啊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之前阿伟哥和阿紫分享给大家的那些山货啊，就是那些洋杜鹃啊，什么香菇啊，什么蓖蒙啊，这些大家都收到号了吧？啊，就是之前给大家分享的那些，来直播间3000多个人，我相信有在阿伟阿紫直播间买过东西的啊，在阿伟直播间买过东西的，你们收到号了没有？收到号了的话，公屏上打出来一下，收到号了。然后你们吃了觉得好不好吃？就比如说香菇啊、洋杜鹃啊这些，你们收到号了，你们吃了好不好吃？收到了是吧？收到了，那你们公屏上打一下好吧，我看一下，因为我也想了解一下，对吧？叔叔阿姨哥姐妹收到号了之后，对，对那些产品怎么样，对吧？好不好吃？对，来收到了是吧？那就收到了就好啊，收到了就好。直播间3000多人，我相信有一两百个是。有几百一千个人是在阿伟直播间买过这个，买过这个洋杜鹃啊，还有什么香菇之类的啊，那些山货啊是好东西啊。之前阿伟跟阿紫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好东西啊，就是洋杜鹃啊什么的，香菇什么之类的，那些都是正儿八经是好东西啊，好东西。因为平时阿紫他们也比较喜欢吃，然后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，所以呢就觉得好吃，就给大家分享了。因为想把一些好东西也分享给大家，所以就给大家分享了。那么希望大家收到号了呢，就说一下好不好吃，好吧？阿伟多少每日股是吧？多少每日股这个的话就看你入的多大的股啊，比如说10%啊，20%啊，100%哦，不是50%啊，30%是股费，它股费都不一样嘛，对吧？你多它就多，少它就少，对不对？希望你一路长红，必须红啊，不红不行。谢谢谢谢夸奖，我皮肤是不是白一点了？谢谢谢谢夸奖，我皮肤是不是白一点了？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！来，之前在阿伟阿紫直播间买过这个洋杜鹃和这个香菇的啊，那些山货买过的，然后咱们收到号了之后呢，你们吃了好不好吃？来，公屏上打出来。好不好吃？好吃的话打个好吃来，好吃的话打个好吃，好不好？变白了是吧？好像是白了一点，对，好不好吃？来，家人们，你们收到货的，收到货的，在阿伟阿紫直播间买过东西的，收到货了，你们吃了就好不好吃？好吃的话，公屏上打个好吃来。